是为您与星二代兼摄影师的男友刘佑年认爱后，两人一向爱得低调，稳定交往两年，不时就被传出婚讯。近日他在被拍到左手无名指戴着戒指，还被爆出其实早在去年就已经秘密结婚。据台媒报道，记者向徐伟宁经纪人询问，不但没有大动作否认，反而还回记者一个笑脸，表示谢谢你们，但是私人事情就不回应了，谢谢哦。令人模糊的回应不免让人联想是否是默认了人气身份，看来只好等伟宁出来跟大家好好回应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